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吴道中。我们今天继续来讲解腓立比书。我们在上一集的地方，最后是讲到第四章第三节的上半节。那我们继续要来看第三节的下半节。那保罗在第三节下半节说，还有格利勉，并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那讲到格利勉。这个名字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名字，它当然不是指第三世纪的教父格利勉，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他的身份，但是他应该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之一，以至于保罗就没有需要特别的介绍他，同时保罗也称呼他是。与我一同做工的，表示他曾经参与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除了格利勉之外，还有其余与我一同做工的。那保罗并没有说出这些人的名字。那这些其余的人，或许他们的人数太多，他们应该也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并且。也都是在保罗的福音工作上，跟保罗一同做工。可见，腓立比教会有不少人都是保罗的同工，这是相当难得的一件事情。虽然保罗没有提到一些同工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名字，以及在第二节、第三节。所提到的四个人，就是有阿爹、寻都基，还有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以及格利勉，他们的名字呢，都列在神的生命册上。那提到生命册这个用词，在旧约就已经使用过了，它可以指活人世界的册子。也可以是指末世进入永生的册子，在新约当中，生命册是指天国公民的名册，因此就意味着这些人有永生。那么就意思上来说，这里的生命册可以说是跟3章20节的天上的国民。这一句话的意思互相呼应。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段落的第二个部分，是第四节到第五节所讲的内容是要喜乐。那在这个段落当中，保罗在第四节所发出的劝勉是：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并且在说完这句话之后，又加上一句。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两次重复的出现是为了要强调用。那么这两次的你们要喜乐，都是用命令语气来表达，表示信徒不是可以随意的选择是不是要喜乐，而是一个一定要遵守的命令。此外，保罗劝勉信徒，喜乐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靠主。那这边的靠所要表达的，是指他们喜乐的根据，或者是说他们喜乐的基础，是在主的身上。那由此看来，信徒的喜乐不在于环境上的改变。而是立足于不改变的主的身上。那除了喜乐的劝勉之外，保罗也不忘记提醒他们，就是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当保罗在这个地方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表现出谦让的时候，很可能是跟他们受到恶待有关。特别是
他们谦让的心是要叫众人知道的。表示这边所说的不是指教会内信徒之间的彼此对待，而是和教会外的关系。因此这就意味着这时候信徒面对外来的逼迫和反对的时候，他们就要显出宽容大量，以至于能够对异教的邻舍造成正面的影响力。保罗在第五节的末了突然插入了一句话，就是主已经尽了。那由于尽了这个字呢，可以指空间，也可以指时间上的关系。因此这句话有两个可能的意思。如果是指时间，就表示耶稣快再来，也就是说主耶稣再来是要拯救神受欺压的子民。但是如果是指空间的时候，就是表示耶稣将要接近，将要出现在他们那里，垂听他们的祷告。保罗使用这个字，可能刻意要使它保持模糊，用以保留两者的意思。所以主已经尽了这句话就可以了解成他们要让众人知道他们谦让的心，因为主耶稣已经尽了，他会为上帝的子民伸冤。同时耶稣也是一位将要靠近教会的主，因此他们可以向上帝祷告。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段落，是第六节到第七节。这个段落所要谈到的是要祷告的主题。保罗在这两节提出两个命令，第一个就是应当一无挂虑，第二个就是告诉神。而告诉神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首先就是应当一无挂虑。挂虑这个措辞显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正陷入在忧虑之中，由于他们正遭受逼迫，他们会忧虑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鼓励他们停止忧虑。保罗能够有这样的了解，也跟他现在被监禁的经验有关。他太了解这类情况的危险，以至于他能够在这样的感受上有所琢磨。跟挂虑相反的就是向神祷告，因此保罗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里的凡事是指在任何情况下，表示保罗要腓立比信徒一遇到忧虑的情况底下就向神举起祷告的手。那这一节出现三个有关祷告的字眼，就是祷告、祈求以及所要的。那这三个字呢都是名词，并且可以说都是同义字，都是意味着人向神祈求某些他所需要的东西。那这三个字在这一节当中连续出现，他的目的就是要强调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持续祷告的重要性，并且要对祷告的结果有热切的期待。第六节的祷告、祈求还有感谢，这三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感谢是用来修饰祷告跟祈求，因此祷告
跟感谢跟祷告祈求合起来，它的意思就是带着感谢的心祷告跟祈求。如此一来，感谢是祷告的态度，而祷告跟祈求就是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的途径。于是整句话的重点就落在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句话上。那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它的原文直译是使你们所要的让神知道。那让神知道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因为似乎暗示神不知道信徒的需要，或者说神不知道信徒所处的境况，所以要让神知道。但是马太福音6:32又说，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因此对照这两节的说法，保罗这样子说是要表示信徒的谦卑以及对神的依靠。当信徒把他们的祈求让神知道的时候，信徒可以肯定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是不论神是否应允他们的祷告，将会有平安保守他们的心。第七节一开始就有一个字，就是并且。那这个字呢，和合本并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它是导入前一节所说的结果，就是当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凡事借着感谢的心来祷告祈求的时候，将他们所要的告诉神时，不论神有没有应允，结果就是神的平安将会保守他们的心。那在这一节出现的神所赐的平安，当然这个平安就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那原文这个所谓的神所赐的平安，就是神的平安，它是指神所赐给人的平安。然而人要得着神的平安，就是要先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成就的救恩。保罗在这个平安，对这个平安称之为出人意外的。那出什么之外，这个出人意外，出什么之外是指超过的意思。而这里的意，出人意外的意，就是指一切的了解，或者说一切的理解。因此整个片语的意思就是超出人的理解，或者说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之外的。那这句话是要表明神的平安能够除去人的忧虑，这时候人所享有的平安是超过人的思想跟期待的。在腓立比信徒交托跟祷告的情况底下，神的平安所做的事情就是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这个字是一个军事用语，它原本是指一群军人驻守在一个城市当中来保护这个城市的安全。那当时的腓立比城就是罗马军队的驻防城，并且受到罗马驻军的保护。因此当保罗使用这个字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便能够立刻掌握他的意思。神的平安要保守他们的，就是他们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是包括整个人的内在生命。
人的内在生命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管来自于罪、撒旦、败坏的价值观等等，常常使信徒受到攻击跟影响，但是神的平安却能够奇妙地保守信徒的心，使他们免于不安跟忧虑。保罗最后加上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片语，来说明神保守信徒的范围。在基督耶稣里这个片语有与耶稣基督连结的意思，因此一个人的心怀意念能够蒙神的平安所保守，是由于他跟耶稣的在生命上有连结，就是因为有这等关系，才能够使神的平安在信徒的生命当中发生效用。第四个段落就是第八节，第八节所谈到的就是要思念对的事。保罗在第八节以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作为开始，然后他提出另外一方面的劝勉。那这边的我还有未尽的话，在三章一节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过一次，他在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翻译成我还有话说，表示他是从一个话题转接到另外一个话题上面。保罗的第四方面的劝勉是要劝勉信徒思念一些的美德，这些的美德不一定是基督教特有的德性，他们是当时社会上所认同的美德，并且这些美德是沿用当时道德哲学的一些伦理的名词。在许多方面，基督教的教导跟异教文化是极为不同的。然而保罗在这个地方是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所耳熟能详的语言，透过对他们出身的异教文化背景，腓立比他们能够明白熟悉的词汇，为他们提供一个跨文化的信仰的劝勉。保罗之所以有这样的劝勉，可能是由于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受到社会的排挤跟逼迫，他们倾向于把教会之外的一切事情严拒在外。然而保罗要提醒他们，世界上一切的真理都是出自于神，就是不信主的人也能够多少意会出神所启示的道德观念，而这些美德也应当被信徒所留意。换句话说，世界的某些道德标准是跟基督教的伦理相通的，这种观念对宣教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因为这样就可以为福音在异教文化中找到接触点。这些美德共有六项，分别是由六个形容词来表达，它们分别是真实的，真实的就是指内外一致，真实可靠的意思。由于它是指美德之一，这个字在这里就有相当广泛的意思，只要是合乎真实的言语、思想或是行为，都是它所包括的对象。第二个就是可敬的，
可敬的可用于指人的高贵端庄，它在这里的意思包括可敬重的、庄严、高贵的以及高尚的意思。那么如此就跟低俗或者说庸俗形成对比。第三个就是公义的，公义的意思就是正义的或者是公正的，过来就是清洁的。清洁的是指道德上的纯洁。接下来就是可爱的，可爱的是指令人喜爱的、令人愉悦的、讨人喜欢的。然后就是有美名的，有美名的意味着本身是有价值的。保罗最后以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加以整理涵盖前面六项美德。不过这两个措辞它的范围则是超过前面那六个项目。德性就是指美德，称赞就是指值得嘉许或者说值得称赞的事。也就是说，以上的六个项目对保罗而言既是美德，也是值得嘉许或是值得称赞的事，因此就值得信徒去思念。这里的思念是保罗常用的字眼，他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字是要表示腓立比教会的信徒要审慎地考虑这些事，并且让这些引导他们，以至于能够产生好的行为。不过话说回来，一般社会所承认的美德只提供一个起码的标准，对信徒来说生活行为的最高准则还是在于使徒所教导的真理内容。这些真理包括耶稣所教导的伦理，还有保罗以身作则所做的教导。这就是为什么在论完第八节的一般性美德之后，保罗在第九节还是回到他自己身上，他提到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并且从保罗身上学习到这些内容，来评估衡量那些社会上的美德。第五个段落就是第九节，第九节是提到要效法保罗。最后一个劝勉是要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学习他们在保罗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前两个就是所学习的还有所领受的，是指保罗的教训，而后两个呢就是所听见的跟所看见的，则是指保罗个人的榜样。因此前两个是言教，后两个是身教，这两者就构成完整以及有效的教导。对于这些事，就是那四样事情，保罗的叮咛是你们都要去行。行就是指实行，他在这个地方是用命令语气，表示保罗的言教跟身教不是仅供信徒参考，也不是任由他们选择是否要执行，乃是必须遵守的命令。当信徒能够实行上半节的劝勉的时候，结果就有神的同在。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在这个地方称神是赐平安的神，表示神
把平安赐给属他的人。这个措辞若是跟四章七节的神的平安比较的时候，他们在神学意义上是非常相似的，只是强调点不同。这一节的赐平安的神与人同在，四章七节是神的平安保守人的心怀意念，只有信徒才能够得享神的同在，并且唯独神能够赐人平安。但是另外一方面，平安又没有办法离开神单独存在，因此这两个用词在意义上是彼此关联，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下次再会。